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郭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我们好久不见啊！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，中秋快乐。那么今天呢，准备录一期开箱，开箱的内容是《风息草堂》七月份的那一次上新。那么快递呢，就都在这里了。然后说起来，这几件我收集起来是，就是收集的特别艰难呀，因为很难抢嘛。我自己就抢到一件，然后我基友帮我抢到一件，然后我又收了别人的转单，收了两件，然后尾单又收了一件，所以一共有三个快递。这五件分别是七月份的，硫红、炉灰、硫磺、石青，还有浅琥珀。对，那我们从这包开始吧。这包是收的转单石青和硫磺。开，激动人心的事。因为我当时因为没有抢到硫磺，然后伤心了很久。哎，石青居然那么黑的吗？它是硫红，就是石榴红的那个硫，然后颜色跟石榴花的颜色特别像。真的吗？有点皱，非常皱，还好它不是烫的，是全折还是半折。风息的裙头是白色的，这种平纹布，系带是藏蓝色的细系带。没什么好说的，下次。然后这条是石青，好轻哦。单层的石青还是挺好看的啊，这个好好看，好看吧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单层好看，可以透光出来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可以配一件红色的，或者黄色的。它的官配是柳黄，柳黄我也买了，柳黄是我亲自买到的。然后裙头呢，也是跟柳红一样的这种平纹的白裙头，系带是浅灰色的一个细的系带。好轻啊，柳红再给我一下。其实我觉得石青好看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硫磺也挺好看的，两个配一块好看的。对，这样比透出来是紫色的吗？你觉得很好吧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，行吧，行吧。我们开下面一包。接下来这一盒呢，是柳黄和那个浅琥珀。浅琥珀是后来买的尾单。天哪，空气的衣服都好薄啊！你们能想象到这里面是两件衣服吗？而且一件是长衫。买了一把扇子，这是这把小扇子，是黑色底烫金的，然后纹样是平安竹，是吗？这是竹子吗？
不是兰花吗？我买的不是竹子吗？行吧，反正差不多。这一件呢是柳黄，也就是刚刚时青的官配。别急啊，等我把它拆出来你再试。拿出来是这样的，有点偏绿，黄芥末酱的那个颜色。对，来，可以吧？嗯，他们官配是一套的。这一件呢做的是对襟的折领短衫，它的领子做法是这种折领的做法，然后就是算了，就具体不太好说，反正是折领的做法。然后这件衣服的材质呢是真丝顺鱼吧，应该是顺鱼，然后也特别轻，就是然后这一件是浅琥珀，浅琥珀做的是树领长衫，也是官服的款式。但是我觉得风西的树领就是树领长衫有一点点迷，因为我之前跟夏季拍过那个各家的长衫的测评，然后发现风西的版型怎么说，只适合人干吧。这个料子好看。然后应该是真丝雪纺吧，应该是雪纺，然后上面有很细的这个烫金的小花的文案，这个好好看，好好看，怪不得好多人在求它。然后风西的这种就是长衫呢，它的领扣都是做的是一对领扣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是想仿那个孔府，以前是做领扣的。我觉得他可能是想仿那个孔府的那个白罗长衫，因为那个长衫它现在上面只有一个扣，也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几个扣。白罗长衫不是有两个扣吗？不是，是一个坑，就是那个天圆地方。反正风西的长衫只做一颗扣子，我问他能不能做成两颗，他说不行，我们只做一颗。然后这是一身肉眼可见的下摆，非常小，小吧？小。然后系带是浅灰色的，那系带有一点点这种就是织金织银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盒是芦灰，开箱开的好累啊。它为什么两个盒子贴标签的位置不一样？这一盒呢是芦灰，这样是我喜欢的颜色，就是灰中带紫，是灰中带紫，然后织金的一条裙子，也是单层的。风西这次上新基本上都是单层的裙子，反正我个人觉得是单层的裙子就是搭配的可变性会多一点。好抓住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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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好好看！这是仙女的裙子吗？是吧？是不是刚刚有一阵光影？你觉得太好看了，哇，好看！天哪，这条比图片好看，对吧？落泪了。这一条材质应该也是真丝乔其吧，应该是乔其，然后裙头是白色的，系带是这种浅咖啡色的，然后单层的背面的织金据说比较扎，所以里面一定要穿一条衬裙或者衬裤，不穿有点限制级。我觉得这条裙子和刚刚的浅琥珀很配耶。是吗？扔过来。是吗？这条和这件柳黄，也可以吧。
还是那种好看的。哪个？浅琥珀吗？我感觉这次上新的颜色都挺秋天的。它那么薄，可能只适合广东的秋天吧。好了，那么接下去呢，我们上车试穿，耶、yeah.。视频的内容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，中秋快乐哦。